今天的特别来宾，第一队介绍的是张秀群、张志峰。一看都是实力派的歌手，好久不见各位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先跟大家问候一下，好吧？来，秀琴先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咧本人比电视较水阿谦啊，本人有水无？你大电视派去啊？我是台语界的林志玲。你是台语界的周杰伦，这种话我说不出口了。对，是的，现在我们都是这样。他保江志峰跟你无，这种话讲。谁那个？你好，一介介绍江志峰来跟大家问候一下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江志峰，然后。最近我出了个人的第三张的专辑，然后而且这张是全创作的专辑哦，而且呢里面还收录了一首国语歌，还有首国语歌。这请教的我请教的内容非常的丰富，是的，尤其最丰富是我跟他对唱的那一首啊，你们两个那首太好听了，对啊，齐木银缕啊，跟银缕自己齐木银缕，安怎？你问几个地方是兄弟你啊，对不对？荧幕情侣啊！你好好，你看，等一下再来讲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位是来林恩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恩。今天好好表现一下，好。哎呀，好久不见的杨培安，新专辑《希望的种子》，而且这次其实蛮开心的，因为这首同名的专辑的主题歌有搭到。哎，现场所有朋友大家好，这首歌呢有搭到中式的八点档，哎呦，乔家大院，哦，哎呦，真的啊，真的，希望来终止这首歌。好的，好，这位是啊，林凡哦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凡，最近我的新专辑有了改版，再送一张给飞哥。哎呀，谢谢，哎呀，再来这边来，潘嘉玲跟大家问一下，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师妹，新加坡来的小姐吗？对。来支持林凡呢？啊，因为你是支持，她是我的师妹师姐。你们两个也有一首歌在里面吗？你后悔。等一下要好好让你们每个人好好表现一下。是。好，因为出片呢，每次都是这样，送一张就结束，没有，从现在开始，只要出片的人到了我们现场，现场就要验收，对吧？不是很多人都讲说什么，他们去演唱会里面有时候是对嘴巴干什么？我们的节目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。说他们卖你家套装。大家，我跟你讲，日子还是要过下去嘛。对吗？我们现在我们播出的时候，这个日本海啸、地震跟海啸地隔现在差不多十天，这个非常恐怖。大家说说看，你看到那些电视地，什么看的心情啊？会觉得我很恐怖，我每天都要吃很多我想吃的东西。哎，这是一种论调啊。那你们的看法呢？那我们的新加坡这么进步的国家？它的很多赌城啊，都是用填海做出来的。对。就像那个迪士尼，日本的迪士尼乐园，他们现在的土壤已经异化。对，好可怕，很恐怖啊。哦，那你看了这个画面啊？其实我看了这个画面，其实觉得很难过，可是我又觉得说，就是因为一直有这么多的天灾，我就想说，我们大家应该要更珍惜身边的人，然后要活在当下。这个讲得好，这样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。顺他这一句话，我就跟你讲，刚刚因为刚好有记者问我，是，就说哎，这个哎，飞哥，你觉得说像现在这么多天灾呀，这过了之后，你的股票损失又很惨，那个时候车子在那个风，在那个福田那个港的，是吧？福岛推进来那个冰室里面，哎呦，没有看过这个比电影还真实的电影啊！对呀，没想到我在家里面坐着没事，我也损失十几部冰室的车，完了，股灾嘛，股票。啪啪啪一直掉。我在玩股票，我其实不是说我要在那边赚钱，我是在训练我的判断力跟我的反应。我不是要赚钱，健康打发时间。但是我都啊，干那安尼剩两两两三千万的博起啊，真正是我跟你讲，所以受苦受难，日本人的国难，其实我们这个在
林州为边缘的国家，是我们大家都是受都受都会受到灾害，对，是有生命共同体的感觉，对对对，啊，所以我们啊，要我们大家像刚刚这个嘉丽讲的非常好，就是珍惜现在有，珍惜现在有，惜福了，咱老咱人咱人当然先了，对外靠的人拢就客气。对哦，对家里面的人就在那边很刻薄，刻薄的不得了，凶啊！其实要反过来，对家里的人要友善，是有爱自己的兄弟姐妹，舒舒服服孝顺；对外面的人要很凶。哎，这也是对，哪里对？都是讲你哪有在调对娃，对外面的人啊，如果你对外面的人是很客气，对家里人要更对家里面人要更好。对对对对，那日本的民族在这一次灾难里面，我们有得到什么样的一些形式吗？其实看了那么多，除了觉得很难过就很心痛之外，我觉得有一个形，一个形式就是，不管灾难发生的多么的严重，不管他们现在的身心受到多么的煎熬，他们非常守秩序，对，是这样，对，临危不乱，这一点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。这个是全世界的人都觉得非常的惊叹，对对，因为你不要看美国的一些什么什么灾难，风灾那叫什么什么台风，什么 Katrina 台风，哎，美国人大家都以为他们素质是很高的，然后开始排队，排不到第七个人了，就超商已经开始抢，对对对，开始抢，排队不到七个就开始了呢。嗯，哇，这一点我们台湾还真的比他们美国还好很多呢。排到第七十个，果然台湾先霸几个破啊！进去，我们台湾人对不对？说除了摄影机常常拍到一些悲哀的镜头会哭，台湾人没有发生这种抢啊什么，利比亚那款利比亚，但是不得了了，已经哇，狂的那种。两边只要为了一点食物就打起来了，日本人不是哇，很有非常好，哎，他们非常的团结。还有什么形式没有？来，其实我们台湾人真的很有爱心，有爱心。在日本的这个震灾发生的几小时之内，马上大家就集结，然后不管是物资或者是钱各方面，我们都尽量的去资助日本。嗯，我们台湾人真的是很有爱心，非常的以我们台湾人为荣。好，婆婆向各位请坐。林恩，说几句啊。还有就是啊，因为我想天灾你是没有办法预防的嘛，无法预防。对啊，所以像你平常啊，对家人什么，你想要想的话呢，你就应该要及时的跟他们讲，比如说我爱你啊什么的，多给他们一个拥抱。对，不要等到最后就是你没办法做这些事的时候，才觉得说哦很难过，很后悔这样。哎，你讲的这个好像是在母亲节应该讲。听起来怪的，不会啊，是应该要这样子，就是平常的生活，生活里面就应该要对对对，所有你周围的兄弟姐妹是。而且昨天我跟我的家人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研究说，如果万一地震来了，要怎么预防，这是最重要。这一次家里的哪里最安全，而且那里呢要放好几瓶水，几瓶水，对对对，而且要粮食啊。然后我妹就说，那要多放一些棒棒糖。我说啊，为什么？我说你用果腹。疯了。他说你妹妹疯了吗？对，因为棒棒糖啊，会让我们开心。其实还蛮有道理的，对啊，真的。其实最近在网络上啊，都会收到一些 email， 就是在讲说我们要有危机意识，然后要开始准备所谓的逃难包。哦，对对对，随时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抓了就走。然后呢，都讲得很详细，像比如说，其实棒棒糖是真的有用的，因为需要一些高热量，还有饼干啊等等的，什么口哨啊、手电筒，平常都准备好。所以日本人这一次是讲防震，日本人是从小学就开始做的，对，应该是全世界做的最好。我们这方面的教育就这个很差，南东学校很少要做这个什么事情。那么日本人做的非常好，可是呢，嘿，百密一疏，防海啸，接下来那防，哇，没办法防，没有人想过这个要怎么防。所以也就当他宣布五分钟的时候，你从马路看到那边有一个山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从这里用跑步还是坐？因为塞车一定塞的。对对。跑到那边要4个小时到5个小时，来不及。所以多恐怖啊！平常这时候就要有这种灾难的这个啊，所以说我们大家发挥这个人类的爱心。对。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大家就给日本的朋友们来一句：日本加油，好不好？好。预备起。日本加油！
兄弟变变变，天王歌神剧情全都变。张学友。梦醒来，是谁在让他这句太可怕了。我从你里面出来，你无声黑白。我从你里面出来，你无声黑白。海中最 UK 的才子炎亚纶荧幕处女秀 MV 里面是全裸的耶，哎，飞哥我也蛮想看你的，虽然这样看起来好像没什么身材，但是我相信啊，你的搞错了，我跟你讲不清楚了，真的。哦，怎样怎样？那刘德华的身材你们看过吗？看过啊，我穿西装跟他穿起来也差不多的样子。我是刘德华。哎，我们这一群这边年纪比较长一点的亚哥、亚季啊，去为都会来。哇，哦，香港的朋友啊，了了了了。哦，那张海干嘛？张海不好意思了，我一直在讲台语。对。啊，我现在多讲一点广东话啦，得唔得啊？好啊，得得。跟他们介绍一下，说这个节目是目前亚洲收视率最高的一个节目，包括香港对收视率最好的节目。对，而家呢个节目是亚洲最好的节目，是不是咁啊？多谢你啦，大家今天怎么样？今日啊，来台湾。我哋嘅節目，希望你大家咧，好愉快啦！啊，好有愉快，飛哥厲害！哎，你至少也會講幾句，幫會啊，當然啦，來，飛哥你要幫秀清翻譯一下，我會啊，夢中入青紅啊，你一口在夢外哦，詩中入青紅。什么意思啊？讲歌词哦，歌词哎，歌词来嘞，讲歌词那我更厉害了，我讲起来更像香港人。哦，真的吗？来，请说。雷猴雷猴啊，俺大家生活不灵，集中出发，东风浪的前辈人啊，咱上台真系难过啦。你听，哎，怎么张辉广东话讲那么好？你们听懂吗？懂吗？有呢。求雷飞刀嘛。有人摇头。还大一山好运你，情关始终冲不过。接下来不会唱了，来接头。朋友自远方来啊，不亦乐乎啊！啊，是。刚刚讲说日本都跟我们这么近，香港是更近，对呀。希望大家在台湾玩得非常平安，非常愉快啊！哦，像我们香港的朋友一定是跟着我的导游走啦。是。我们的导游是哪一位？有在现场吗？哦，这一位。导游。我们今天也给大家见。啊，有什么东西好吃？小吃啊，什么地方？是好来，以潘家里一个新加坡的人先来说说看。其实我最喜欢吃台湾的小吃，那我就一定会去夜市，就是士林夜市是我最喜欢的。哎，有没有安排士林夜市？啊，其实夜市没有，你不能直接安排他们去看玻璃工厂啊，对不对？还有卖药的，就受不了了。啊，好，培安跟我们说的，建议一下。不知道这次整团有没有要去高雄？我是高雄人。
有没有？很可惜，没有去哦，很可惜。一般讲到高雄，像刚刚嘉丽又讲到夜市嘛，一般讲到六合夜市，其实高雄在地很多很好玩的夜市，嗯，新兴夜市啊，中消夜市啊，自强夜市，这是高雄在地人才知道，而且很多很。我觉得很道地的小吃都在那些小夜市。基隆夜市有去吗？基隆夜市你给人嘛哈？哇，如果去基隆夜市，我就有办法从第一摊介绍到最后一摊。第一摊那还用介绍啊？第一摊甜不辣吗？啊不，甜不辣前面还有个猪血，猪血汤。哦，那个猪啊，真是有糖尿病。什么意思？那个汤不用加味精，不用加什么？这是甜的，对，好好喝。哎呦，我们台湾有很多这个。很多中国的小吃在我们这个地方都很有名，融合在一起。哎，像什么麻辣火锅啦，哎，什么北京烤鸭啦，是我们这里做的还不输给他当地的人。对，麻辣火锅四川的就没办法跟这边比啊。对，对哦，我们这边好吃，哎，还有什么鼎泰丰小笼包啦，小笼包有安排这一趟吗？鼎泰丰，哎呀，那这个导游像不错了。哎，这个导游越看越不错，哎，那是有负责任，有负责任。对对。那么导游如果有带你们去参观工厂，要买一点东西啊。对对，这很重要，因为工厂的东西也很棒。对，台湾的东西，台湾制造。对，还有什么东西很好吃？牛肉面呢？牛肉面是一定要吃。我们台湾的牛肉面是每年都要做比赛的，对对对，比赛前三名的这样。哎呦。那天你还喷口水，这么好吃吗？哦，好大！有一次我去排第一名、第二名，就我们排不到，就吃到第三名。第三名呢，还排了超半个多小时。哎呦！然后才有一个人偷偷过来跟我讲：“张先生，你不要讲哈，你们是六个人嘛，啊，你从后面进来，拜托。”好威猛！因为前面排很多人呢，他是给我一点特权的。哎，然后哇，然后我说：“哇，你这个你这个味道是比第一，我觉得比第一名的还好吃。”他说：“啊，不用不用，哦，第三名我就已经来不及做了，来不及做了哦。其实我们去香港，香港除了大家都以为是香港除了 shopping 以外，对，买东西香港是买到全世界最好的东西。吃东西在香港你不用去找，你只要走在弥敦道啦什么道，你反正你走过去随便一家，你看到门口有挂牛肉、牛肝什么东西，嗯，你转进去吃绝对不会失败。”庙街啦，庙街，哎呀，那个庙街真系好食，哎呀，第一家吃到最后一家，你不用选，随便选，还有茶餐厅。嗯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我有曾经就是去香港玩的时候啊，就一整天早饭、中饭、晚饭都吃同一家茶餐厅。啊，对，茶餐厅啊，因为他们都是那个菜单是贴满整个墙壁啊什么的，根本就点不完。一家茶餐厅里面有差不多几百样东西。对啊，就觉得吃不完哦，好开心哦。嗯，然后我是怕弄乱，所以我去都是吃这个翠华茶。哎，我也是。有戏吗？香港多熟，你看看对不对？还有那个烧鹅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奇怪，我们怎么搞了？但他们明天就要回去吃了。没有啦，就是要他们来台湾多消费一点。其实哦，你们逛完街之后呢，可以去按摩哦。台湾的按摩真是按脚的，按脚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既然有这么多贵宾在我们现场，我们就开始展现实力了，好不好？我看一下杨培安先打头阵，好好好不好？好，杨培安的歌声呢，素来就是以高亢，对，哎，然后那种振奋人心、振奋人心好听的歌，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？大家最熟悉我的这首作品，他的歌名叫什么？我相信，只要你相信，没有达不成的，好不好？来。相信 I believe
哎，我那个烂仔真系好犀利噶，好犀利，哎呀，鸡皮疙瘩都起来，太恐怖了啊！而且这个时间，对，刚刚张不应该是这样的，你这样是不正常的。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哎，泡丢倒呢，意思就是说哇，正午刚刚才起床。怎么就拿起来就唱？那个应该说昨天就没有睡觉，所以要提早起床哦，先练。对对对，一定要先提早起床。哇，提早是怎样？十二点吗？昨天晚上，哎，请问一下，你的个人演唱会唱过没有？个人演唱会，办个唱没有，没有办。哎，不过我这次配合那个新的专辑发行，有两场音乐会，四月九号在台北，四月十六号在高雄，小型的音乐会。我跟你讲，听他唱歌是一种享受。对，好，接下来的林凡，哎，怎么样？你啊？今天带来这一首，最近大家有在看我的歌，因为也有搭配一个偶像剧嘛，哦哦，所以大家都常常可以听到这一首《重伤》。重伤的，对，听听看好不好？来来来，而且刚好唱在这个杨培安后面的时候，一刚一柔了。本来我们还很怕他接不下来啊。对，没想到他很厉害的，厉害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刚刚你是说什么？他是什么？是属于什么什么？就是很有都会女性代言人那种感觉，他的声音唱出都会女性很多的心声。那你觉得我呢？我的感觉是比较长一辈的都会女性的声音。哎呦，那我是不是要去坐那里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说坐那边还不到那边，差不多一半就。杨培安其实这个人还算厚道。哎，你是属于以后更年期女性的这个。厚道，要来一个，千万别小看我们张秀清，对不对？闽南语歌这个金曲歌后是当之无愧，对呀。但是你们两个这个组，很有意思啦。怎么样？有这次唱台语，一个唱国语，听一听看就知道啦。想听听看嘛？歌名叫什么？再去买啦。爱你的理由。哦呦，好听赞了！爱你的理由，爱你不需要理由，不需要理由。是经不起的诱惑，也是我最美丽的执着。我为爱走到这条路，人生着命运的弯刀。一个没有明天的承诺，心碎是最后的结果。一张梦，一张错误，你我找不到明天的路。是沉重，是负担，是折磨，是我心甘情愿找罪受。找一个爱你的理由，让我爱你到日落。找一个爱你的
面那看起来跟他们老牛被夹又光顺了。对嘛？是，我们是歌坛，就是嘛，你是老牛。歌坛最新的姐弟档的情侣。哎。哦。哪有？接下来我们介绍这位，他要自弹自唱，自弹自唱哎。就是我们这些年轻人他们心目中的新偶像亚伦啊，就是这个叫做炎亚纶啊。这炎亚纶好像是第一次上我的节目，他就要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各位，他要为大家弹一个自弹自唱的钢琴，好不好？哇！我们现在一块来欢迎他的表演，好不好？炎亚纶姐。这是非常喜欢那个上进的年轻人，够不够努力啊？对，这个人不能说只有靠就是这个外表很帅啊，然后就这个一定就能够在演艺圈吃一份，其实还是要看才艺，对不对？啊，来来来，跟大家先问候一下啊，飞哥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炎亚纶。哎呦，这是我的单曲。下一个炎亚纶，下一个炎亚纶呢？那这一次在这个新的这个 MV 里面，听说很大胆，有挑战自己一个极限，极限吗？对对对 ，MV 里面是全裸的耶。哎，飞哥，我也蛮想看你的，虽然我这样看起来。好像没什么身材，但是我相信啊，你都搞错了，我跟你讲，你搞不清楚了，真的。哦，怎样怎样？那个刘德华的身材你们看过吗？看过啊。我穿西装跟他穿起来也差不多的样子。哦，对对。我是刘德华。史上最 special， 飞哥会打刀找女婿。听说他很欣赏一个人，就是已经到了单恋的那种状况。是哦，这位新装的店员，我们婉勋啊，看上你了，我告诉你。听好了，我想要跟你拉拉手，王亲亲。世上最 special 的杂耍脱口秀。哦。
庸俗又拔辣的杂技秀，却逗得飞哥哈哈大笑，乐不可支。广告回来，马上与您同乐。那这一次在这个新的这个 MV 里面，听说很大胆，有挑战自己一个极限，极限吗？对。MV 里面是全裸的耶。哎，飞哥，我也蛮想看你的，虽然我这样看起来好像没什么身材，但是我相信啊，你都搞错了，我跟你讲，那个搞不清楚了，真的。哦，怎样怎样？那个刘德华的身材，你们看过吗？看过啊。我穿西装跟他穿起来也差不多的样子。哦，对对。我是刘德华，对不对？啊，今天到我们节目里面来啊，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啊，这已经上市了吗？还没，现在在预购，在预购。里面有六首歌，然后其中有一首是钢琴弹奏，自弹啊，太棒了啊！那今天只有表演钢琴哦，希望，当然希望可以唱了，但是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这样。这当然是有机会嘛，对，现场已经开口了，我不让他唱，我走不出摄影棚啦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要唱，要唱哪一首歌啊？下一个我，下一个我，哦，这是凹来的哦，凹来的。我跟你讲哦，看起来他这个人比较好讲话，因为经纪公司跟我们公司在谈了半天，还并没有安排歌曲。对，刚才这个是突发的、临时的哦。因为听到大家都唱得这么好，是培安哥的那个声音很高亢。想要稍微让他们听一下，年轻人也有那个冲劲。哎呦，真的，哎呦，我就欣赏有自信的年轻人。来，下一个我。我说做人要诚恳，偏偏第二个我刚刚穿好保护色，第三个我在干什么？静静看着两个我在拔河，第四个我热血沸腾彻夜唱着歌，第五个我却赖在床上一直瘫痪睡着，第六七个我到哪里呢？难道背叛我了？一边笑得疯了，一边哭得累了，判若两个，快要放弃了，快要虚脱了。你说谢谢。下一个我，很好听的，这个就来不及。这个偶像呢，他已经诞生了，诞生了没有？真的，就说来不及，因为你看，当这个人他已经认定这个人是偶像，他怎么唱跟怎么弹呢，大家都能接受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我的耳朵快聋了，那个比鞭炮声还大声，好吧？看有多支持他。很多巨星啊，什么都是那个，反正他们现在你台面上看到很多，包括香港的这个很多刘德华、张学友什么，都是年轻的时候从我节目出来的。哦。所以未来没有多久呢，你就是未来的一颗闪闪发亮的巨星。希望可以承接这个传统。哎，不管将来你红到天涯海角，都别忘了要常常回综艺大哥大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好，谢谢。掌声鼓励。谢谢。好，今天呢，本员外呢就不用这个抛绣球招亲了啊，我要一定办一个比武招亲。哇。在家里面有一个千金啊，五家有女初长成，已经到了谈恋爱的时候了。这个是蔡婉勋同学，我们今天要在大哥大里面要以武术来招亲，哎，那么他也要在我们节目里面要跟这位他心仪的男生啊，
要跟他有一些宣言。我们先看看我们这个女儿的功夫怎么样。欢迎蔡婉勋。special 的杂耍特技秀哦，既庸俗又拔辣的杂技秀却逗得飞哥哈哈大笑，乐不可支。广告回来马上与您同乐。苗条动人秘方大公开，这个人本来体重是90几公斤，哇哇，减到现在几公斤？64。哇哇，毅力很强。所以减肥不是不可能的，秀清，秀清，好不好？他这个人每天只吃50几啊，55卡。那只是没有东西吗？哇哇，魔鬼式的减重瘦身秘籍，广告后带您了解内幕真相。就很重哎，哎，这是刀枪没眼的，我们坐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很危险。你干嘛一直躲啊？他在表演的时候，你有觉得他的表情是要有一个剧情在心目中的，对，杀气，感觉上好像他正在参加赤壁大战，霸气。你这个学这个要很大的力量哎，这不是那么简单的。来来来，请问一下，你是男生还是女生？你秀清姐这样问就不对了，她是女生啊，这么清秀的一个人，对不对？蔡婉勋呢，她其实啊是的的确确的女儿身呐，但是我们看到她就相信中国历史上应该会有花木兰真正的故事，对不对？不让须眉的啊代父从军啊，是好。那你有你以你这个这么阳刚的个性，你等人家追你会很慢。对，你有喜欢的男生吗？欣赏，听说他很欣赏一个人，然后他非常欣赏那个，就是已经到了就是单恋的那种状况。是哦。那今天你上我们节目，你趁这个机会跟这个男生啊表白，表白一下。他是在什么地方上班，还是同学，还是在饮料店看到的店员？饮料店看到的一位店员，好像偶像剧的剧情，每次都长途跋涉去找他。去买饮料就对了，特别去买一个饮料。是 Coke 是为了看他的，其实是为了看他。对，可是他是真的不知道呢，还是他是你觉得他不知道还是不知道？那你要表白一下了。对嘛，脸红了。他是他的店大概开在什么哪个地区？这个要说吗？可以说啊，我们不讲地址啊，讲大概开在哪里，不然你要知道台湾的。这个饮料店很多，连锁店，到时候你造成很多困扰。新庄有一个地方的饮料店，然后你每次去都会点什么呢？全雷打奶茶。对
新装的这位有玄机哦，贝哥。等一下，我觉得其实他还蛮闷骚的耶。真的，那个话有玄机哦。点的饮料，他不点一雷安打、二雷安打、三雷安打，偏偏要点全雷打，这就有问题。其实我觉得她是一位很勇敢的女性。可是每次去会有暗示一下吗？你有暗示她吗？我很害羞。当他们面的时候，整个都慌掉了。对，只敢跟他聊天的。然后他也搞不懂，到现在搞不好他还一直以为你是男生的。对，没有啦，没有。你还说对呀？所以这位新装的啊，每一次有一位高大的这位蛮甜美的女性去那边，都会点一个叫什么奶茶？全雷打奶茶。他呢要跟你告白一下。好，他有名字吗？你敢全部说出来吗？哦，我不知道他名字。说。哇塞！形容一下他的样子好了。他的样子大概怎么样？大概比你高一点。我也不知道哎，因为他可能……你暗恋他多久了？踩在柜子上。那万一他比你矮一点有没有关系？啊？没关系，那就不行。对。那总，我们先喊话，然后约出来再试试看，好不好？这位新装的店员。你了，我告诉你，听好了，然后开始吧，用妩媚的眼神，妩媚，好可爱，不是挑眉啊，哎，你挑眉会很像飞哥，眼睛跑进沙子了是吧？来哦，真的告白一下。其实我每次去新庄，大老远跑去。不是因为口渴，只是因为小姐你迷恋。对。哎呦，脸都红了，你看。你真的很可爱。对。谢谢。啊。就这样。害羞，害羞，害羞。应该后面还有一堆吧。他脸都红了，飞哥，你看他两个那个。我要我们在一起，应该会有这些话。对对对。哎对。更甜蜜一点。这位。你知道，如果你真的看到我的电视，我想跟你说，我要我们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你放心，我们只有拉拉手，还有玩亲亲。对啊，这 OK 的。再一下，后面补充一下。这位男生，现在我知道你已经听到了。我们婉勋后面还有几句话要跟你讲，好不好？我想要跟你拉拉手，玩亲亲。他的家长跟这位先生说了，我呢很开放的家长，刚刚玩亲亲拉拉手呢，我再开放一点，盖被子喝咖啡，聊是非，好不好？放心啦，怀孕你就生下来好了，啊不是，怀孕是你呀，那不行。飞哥，你根本在威胁人家，你拿他把关刀讲这些话。哎，他这样讲，那个男生不希望他看到了，好不好？你放心，我跟你讲，他如果没看到，我们会拷一卷那个光碟，这一集的光碟。然后你下次去点那个什么奶茶，巨无霸，全雷打。然后你就喝完以后算账，就把钱压在那个 CD 里面，在我们的卡带里面，对。然后他又看到了。那你要就可能会后果是不是你料想的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会这样。对不起，这样。哦。哎，那来一个对不起。那还是算了，不要了啦。那你已经讲出去了。我的啊，真的吗？哎，其实肥安她是很可爱的女生。对对对对。对呀，又高又大，对不对？不是，身材。飞哥，又高又大不是在称赞。不能说又高又大。哦，又高又大不是在。我应该说。私底下是一个非常温柔婉约，哎，这样子啊，是的，不是又高又大。我是他家长，我看我不能说谎。又高又大，你说他温柔婉约，我看婉不起来吧？每天在耍大刀，你怎么婉约呢？对啊，好，非常谢谢你今天表演，希望是个有情人终成眷属啊！谢谢。下一次来的时候啊，把小孩子带来啊。蔡婉勋给他鼓励一下，谢谢。接下来我要各位介绍一段这个杂技其中的一项，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通俗的一个杂技。严格上讲，他今天带来的
只有三块砖头啊，严格上讲就是不只是通俗，算是庸俗的杂技啊，各位。但是他的表演会让你耳目一新，眼睛为之一亮，任何表演其实都可以出神入化，信不信由你。我们来欢迎周军翔的表演。欧弟变变变，天王歌神巨星全都变。张学友。梦醒来，是谁在张狂？是结局可看。我从你离开，千里之外，你无声黑白。我送你离开，千里之外，你无声黑白。手气歹，哎呦！哪拄着普罗，念伊就转去大位啊。有人嫌地无够大，长飘后骨粗，嘛有东仔款拍袂煞，变作个无人抓。对对对，这种啊，我是上讲三下包啊，放情歌放炮，拼拼甲地火，来阮家推金抓了了。厉害！哦，
掌声鼓励。我很少这样看着从头笑到尾啊。我最近在那个苹果电脑上面玩那个 Crazy Bird， 还有那个蔬果僵尸大战，有没有？你们有人玩吗？你们没玩不要哦。我不相信你们有玩这个东西，我跟你讲，我是很进步。你有玩吗？我有，有啊，林凡有啊，对对，我有。其他人没有啊？那真的，张秀星，你一直说有，什么叫做 angry？ 我说我帮林凡回答。然后一边玩我就一边笑，这样，我觉得那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笑，因为他发明这个游戏就很好笑，什么四季豆可以打僵尸了，那僵尸是晚上要吃太阳的。然后那个太阳就是说用一个向日葵的花慢慢的，要等很久，僵尸已经过来了，要到你家了。他一直不长地方，知道吗？对吧？对对，因为这两个游戏我都有玩。对，好好玩哦。对。之前在滚石三十的时候很好笑，在那个后台啊，大家都很忙的化妆啊什么的，就还有听到就砰！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就有人跟那个有关系吗？你玩的那个游戏？我，你想想看，我这个年纪怎么会去因为那个嘣嘣嘣那个好玩，是因为设计这样东西的人，那个人的脑筋有问题，让我觉得很有趣。所以我看他这个一直笑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的这个人，他绝对比设计那个游戏的人更有趣，是这样，鼓励一下。好厉害！对，就是三个红中发财白皮，全世界只要华人都懂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我自己一直笑笑太大声，我就不好意思。不会，你帮我音乐加了一点音效。然后一回头，他们全部都在笑。啊，培安，你觉得是为什么好笑？觉得他好笑的地方呢，其实是在于他的表情。对对对对，很多人都注意他，可能是在切砖嘛。对，是很少人，我真的可能很少看到有人切砖的时候表情那么生动。对，他东西掉了，我都搞不清楚他是故意掉了还是真的掉了。哦，这个厉害哦。对对，他把这个东西变成，就是说这个表演这个东西变成，变成一个趣味化，还有情节这样。很有意思，一般我们这种切砖常常看到，但是你表演的好，那砖头跟伸缩喇叭有什么关系？我的这个就是创意的部分啊，创意。对，因为我也看过你吹过了，萨克斯风嘛。对对对。啊，我不会啊，我那个这样噗噗噗砖就掉了，所以我就吹个喇叭。哎，吹得好，吹得好。嗯，谢谢谢谢。我觉得最好笑的就是那个，突然间拿出三块这个来，然后呢，音乐是用那个樱桃树下。哒哒哒哒哒，那个是非常 R 的那种音乐，对啊，没想到你怎么这个砖头，怎么可以跟那个音乐结合？这个我也是想蛮久的啊，音乐也是自己做的了。对，在外界看大家就是玩这种切砖啊，要一来就是音乐噔噔噔噔噔，哎，噔噔噔噔噔。对对，但是我要玩音乐，要用音乐带上自己的肢体动作下去玩这个，大家才是谁帮你做的？谁帮你做的？自己搞，自己。哎呦，好厉害，好厉害哦！专业，专业，专业。等待你哦，等待我，等待你下一次有新的东西作品，好不好 ？OK， 没有问题。谢谢我们周君祥。哎呀。一个口出狂言，欧汉声醋劲大发，就是那个，最主要是那个未来的少夫人，哎，平常讲长得太正点，哎，是是是，这个我刚刚在后台还瞄了一下，哎，你瞄，那个你这样瞄不对，我们施工要瞄就瞄就瞄，喂，要瞄吗？做晚辈就是要大方点，施工要瞄了就让他瞄，瞄瞄对瞄。还施工也没剩几年可以了。本周我们安排的表演，每一个都是啊，这个兵在精而不在多。这个单人表演，他要带来一段哎非常有文化的这个民俗舞啊，他个人所得过的这个奖杯奖牌已经是不计其数。他个人表演的这个新疆或者是民俗的舞蹈啊，会让各位觉得说他的文化的这个质地非常的高，很值得一看。我们来欢迎这位李伟豪给我们带来的民俗舞。
所以有时候一个人的那个表演呢，啊，有的时候可以胜过那种大合之恋，有没有？大河之恋那个时候，那个是来自什么哪里的？波兰还是哪边？爱尔兰。爱尔兰的那种踢踏舞，一个舞台上面站着六七十个在跳个跳那个踢踏舞，有没有？对。有的时候还比不见得比一个人的来的壮观。是。不容易啊，真的。谢谢。你说他不喘呢，我也不相信。大家先讲评一下，给他又串起来好不好？来讲评一下。我觉得他很厉害，他每一个不管是什么。大跳啊，还有那个什么倒踢青蛙什么等等的踢腿啊，对，踢腿啊等等之类的动作都做得很到位，而且他可以揉，可以硬，可以揉可以刚，对，嗯，我觉得好厉害哦，老师教的好，为人又很含蓄的，而且从跳舞，从他的表情从头到一以贯之，是让人觉得他没有累的感觉。可是他公转的时候，绕着太阳用膝盖公转，哇，那个就厉害了，想再看一次。没有了，我们还想说怕他这个膝盖这怎么，通常是在地毯上面表演吗？不会啊，我怕地板坏掉。刚才跳的时候，那个公转的时候有没有？他的表情一般会痛，对，会僵硬，会扭曲。他没有，他完全没有哎。回家以后才会痛。我也是一个演艺科的学生，要会演，要会演，回家才会痛。他刚刚我看他表演到一半，加上刚刚前面的切砖那个，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这一团的导游真的是不错。真的嘛？你去参观什么一大堆有都没有。真的，你带他们来参观大哥大就对了，对了，好看啊，表演得很好。真的吗？这个人本来体重是90几公斤，又胖又肥，在学校里面的时候他是被霸凌的对象，大哥大家都叫他小胖小胖，然后他很讨厌这个大家这样子，死胖子，死胖子，然后他就发愤图强说我一定要减肥，哇，减到现在几公斤？64。减肥，哎，不是不可能的，秀清，好不好？你现在大概有64了吧？没有啊，大概不是这个，你要跟我们63，很多女孩子或甚至于男生都要减肥。听说我们刚刚研究一下那个培安，我们一个人一天要维持多少大卡？应该1000到1500吧。是不是啊？正常来讲，很多。嘉玲，是不是1000多？大概1500。差不多1500多。1500，甚至于多一点点。他这个人每天只摄取，他维持的很那个，几年了？像这样维持？从跳舞到现在差不多了。从跳舞到现在，他每天只吃50几啊？55卡。那真的是没有东西吗？这样相当于几颗花生的那个热量啊？几颗花生就50几卡了，多一两颗就有了。对对，身体很不好。然后，所以他跟我们讲说，他经常常常会有时候动不动就会昏倒。那这样怎么练舞呢？哎，然后醒来以后，然后哇，刚才我大概昏倒了，没有，我不管，我还是要55卡，是真的吗？对啊，就55啊，这样瘦也比较好看。当然是好看啊，以前圆滚滚的啊。人家都说你只能前滚翻或后滚翻吧，可是55卡，你这个过的生活等于是2次大战的时候，这个美军啊被德国人俘虏下去以后，这么夸张？经过几个月出来都是剩下骷髅了，对吧？那你这样对内脏会不会有些伤害呢？还好哎，比方说有哪些地方它缩小了，或者也没有啊？不是肝脏啊、肾脏啊，你们不要老是想得很奇怪了。脑吧，毕竟我不怎么聪明，脑袋可能缩了不少。好，那你跟我们讲50大卡，多少女孩子就是这一位？对啊，他跟秀清两个都一定减。不要这样子，你会不会很想听听看？说哎，怎么样减法啊？对不对？啊？好，要早上讲哦。早上10点一杯阿华田，就是旅馆的阿华田，然后到下午3点的时候一份。等一下，阿华田是几卡？阿华田就350卡。对，然后你早上一杯。然后早餐那饮料的话不算，是吃东西就走55卡。我吃就生菜沙拉。哦，你是没有沙拉酱？其实没有沙拉酱，不加沙拉酱，没有沙拉酱跟冬粉。水煮冬粉，你们听清楚哦！刚刚我们讲55卡是错的，会死人哦。会。阿华田是你早上那一杯阿华田是你最重要的东西，它有养分，最重要的东西。铁啊、叶啊、磷啊、钠啊、碘啊，什么都。这个是早上一个阿华田。对。好，然后其他的就是蔬菜，但是没有沙拉酱，这是中餐。就一点点，
这什么餐？这是晚餐加午餐。那你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吗？因为一般都会想要吃好吃的东西，要那睡觉睡觉前呢？睡觉前就睡觉了。哦，有啦，有鸡精，偶尔会有那个鸡精啊、活灵芝之类的。它都是哦，那会用到食物睡觉的时候。啊，睡觉的时候会不会梦到食物？会啊，也会梦到老师，因为老师在学校都会督促我们哦，真的减肥，对啊。那你打算减到什么程度呢？再瘦，像黄以玲的时候这样子出来，还是李佳这样的？不至于啊，再瘦个4公斤吧。还是不必了吧？哎，男生其实60可以啊，差不多啦。其实我很怀疑那个胃哈，再继续这样下去，会不会那个消化功能会坏掉？那也不错，厌食症啊或什么？对对对啦，我其实很爱吃，我如果真的吃，我可以吃很多。对，那你这样，那你偶尔会不会早一天，就是那一天好好吃一下？会啊，我都约学校老师一起去吃。所以还好，也不是每一天都是这样。培安，你们体重多少？大概多少？我啊，我76、77吧。好，好，那个谁？我大概64。哦，我一天吃4餐。好，然后还有巧克力，还有什么？我现在68公斤。哇！干嘛？飞哥，你咋击到他了？爱演起来，很沮丧。为什么？老天真是不公平！不是老天不公平，不是你吃东西这米饭少吃了，多吃菜的东西，一个礼拜可以吃2次牛排。嗯，哦，是牛排。我过的日子非常好，而且完了，然后每天走路只要走散，走，只要你每天吃完饭走一下路，不要一吃完饭坐下去，走路走找一家录影带店，每天晚上看一个录影带就要去还，对吧？不要找太近，他说走路走3000步到5000步，就这样，3000步而已哦，很近哦。慢走还是快走？就是慢慢走啊，散步都可以啊。哦，他可以一边走一边吃东西，咸水鸡或咸酥鸡。但他说了一个重点，减肥啊，那个你一定要少油少糖。对啊，那个像我吃的那些糖都是属于代糖的巧克力哦，哎，那些东西，难怪，哎，代糖的饼干什么照样可以猛吃，它没有糖，热量比较低啊。那青菜烫一下，鱼都是吃清蒸的，哎，哎呦，难怪，不能吃红烧肉、卤的肉，肉只要用你要用，比方说你要炒肉丝都可以，炒的过程不要超过7分钟。啊？我做菜没人，对啊，我只会买现成的，对对。但是呢，偶尔有的时候就是你要把口欲要断掉就可以了。但我们刚刚说的不只是减肥，是讲你的表演艺术的价值成分很高，真的很高，鼓励一下。好厉害！你看这边啊，全部都是他的奖牌。哇塞！哇，这个冠军、亚军什么一堆啊。对啊，刚刚看到，然后江志峰说：“哎，他的奖牌啊，比我的以前寄过的还……”寄过的。哦，寄过的，对啊，而且这只是他的部分，他没办法通通拿来啊。有一些在学校放在我们装进演艺科的办公室，有机会可以去看。哦，而且我们老师都有来哦。老师你好，老师为我们台湾又创造一位，真的，他的功力不亚于曾雅妮啊。我们现在台湾的网高尔夫球球后啊，真的是不亚于这个，你这个功夫练到骨髓里面去了。有，真的是不错，谢谢，好不好？啊，表演的非常精彩，谢谢我们这位同学李伟豪，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吧，谢谢。欧弟变变变，天王歌神巨星全都变，张学友，梦醒来是谁在让跨岁？结局太可怕了，我从你。小天王欧汉声上周来到综艺大哥大拜见师公飞哥，舞台上打滚十多年，拿出各种看家本领，本周继续让飞哥验收成绩。但另外一个人我感比较多一点，有哪一个？就那个比较胖那个女徒弟瓜哥。哦，
蛙哥就是他，他很难模仿，我觉得演艺圈没有人会模仿。没有，我就是那个长时间潜伏在他身边呢。哎呀，其实我心思在你这边。哎呦，我了解了。他呢，就是这个唱歌的时候很喜欢有鼻音。嗯嗯嗯，好，对对对，注意讲话。他唱歌的时候有听过包青天吗？有，他唱他唱。开封有个包青天，好像啊，铁面无私辨忠奸，江湖豪杰来相助，王朝和马汉最像，这个像，你欢迎收看综艺大哥大，下面一位。光这个就厉害了，这观察入微了。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还有一个也是主持的，但最近节目好像比较少一点。哦，说的是三个字的吗？三个字的那个，对对。无插线。哎呀，见鬼了！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。嗨，不是我在讲，我这辈子人生最大的遗憾，那就是没有拜飞哥为师。哎，还有一个康康，你怎么会了吧？我不知道康康算天王啊，但是一个人的成功绝非偶然。大家好，我是康康，我主持节目很久。Round down 只能有一题。因为很久，你知道世界上最长的刀叫什么刀吗？什么刀？不知道。屠龙刀。为什么？屠龙。屠龙了！哇塞，你有没有爱上他？很厉害。爱上爱上。什么叫才华？你看人家在等呢。说什么？我真的不算厉害，我是神奇。我光看他那些错在，刚是你杨凡，这不是木村拓哉，这不是木村拓哉，像施工杨凡不是这样，杨凡是这样。好，那搞干嘛捏了？哇塞，好像哦，哇，真的好像演艺圈的情侣之章，情侣之章。演艺圈的大哥好奇怪，都很喜欢有自己假摔的姿势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讲到那个好笑的梗，都会对对对对。哎呦，我第一次看过飞哥假摔。再一次，其实假摔是我们黄金拍档发明。怎么会帅成这样？是吗？摔倒太帅，可以再摔一次吗？哇 ，I love you。这样子也可以，对对，有分别，有分很多种。像那个刚那个凡哥嘛，凡哥是这样的嘛，他假摔是这样，看一下全身了哈。然后呢，董志成董哥他假摔是这样。真的，有，真的好像。有一个人叫 Nono 啊 ，Nono 没有看过人家模仿吗？对 ，Nono 是这样。像哦，哇塞！然后弄得跌倒这样，对对对，真的都会有一个假摔。哇，观察的好厉害，哇塞！哦，光是这样，好，那么就可以知道说呢，那个那什么立信，这是谁吧？黄立焕立信。我跟你说这样，找一首歌曲，把你会模仿都串一下。哇，这太难。而且这也有点那个怕老套，因为以前好像有人用小薇，然后唱很多人这样。没有，那些人我跟你讲，凭良心讲，就像不像三分一样，就是点到一下。你说新龙跟康康吗？哎，怎么这样
讲话，怎么这样讲我？但我想说挑战难度高一点，好，千里之外好了。好，哎呦，用这个歌串，用这首歌串，因为它有低音跟高音，难度比较高。我就不点什么时候，你自己看什么时候换谁。这样吗？要不然阿梅帮我点。好，好不好？阿梅你行吗？可以，可以啊，别开玩笑啊，不要乱点啊，不要乱点哦，你乱点我就要麻烦你啊。嗯。OK， 好，好来啊，千里之外，那就先来个刘德华好了。哦，好，先刘德华好。对。哎呦，哎，有了。无言如悬崖，风铃如沧海，我等雁归来。好像哦。把岁月覆盖，一场的意外，你悄然走开。郭富城，哎呦，故事在城外，哎呦，望故乡不开，看不见对白。哎呦，风声不存在，你听不出来，是我在感慨。难得来哦，张学友。梦醒来，是谁在感慨？结局花开，难保如苍翼的未来，经不起谁来猜。费玉清，我从你离开，千里之外，你无声黑白，沉默年代或许不开，太遥远的。周杰伦呐。怎么会躺着呢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这样？今年最像的状态大概就是这样了。掌声鼓励一下！太厉害，太厉害！但是如果想看他往前推一点的状态，也是可以的。是没有钱。哎呦！哇 ！Michael！ 哇！45度倾斜欧汉声，天上不靠钢丝，地下不靠魔术地板，他是怎么办到的？看了就知道。哇塞！小子，你还欧弟还叫你帮忙配合啊？哎，你手扳紧一点，不然他继续摔伤了。你怎么搞错了？你害我又死一次。回来了，掌声鼓励一下。那一招什么？哦，我只有在 MTV 上看过 Michael 这样，这是怎么会这样想到这种？哦，这个哦，就是因为他那个有一个机关，有没有？他其实是有机关，对，但很贵。
买不起，所以一直叫人家来用那个豆的，哦，是人肉机关的，哎，哇塞，错啊，现在是不是要巨星怎么样变成巨星？可怕了吧？哇，好，开放问问题啊，年轻人呐，哎，他们都想走进，哎呦，对对对对。他们都以为说，好像韩国这种女生的自杀率太高，都要牺牲的。其实真的是靠这个就可以。那你以前是有陪过谁呢？比方说女的制作人啊。我其实那个讲真的哈，宽姐啊啊。孔刚老师的话应该是蛮准的。他是说他自己啊。他想起那段很惆怅，没有。讲正经的，如果那个清醒的时候，我不知道，应该没有吧？应该常常不清醒。完全靠奋斗，完全靠奋斗，因为那个你睡了也没用啊。对啊，你睡那么多干嘛？对对，睡了人家更不会让你上节目。哎呀哎呀，这个说到就诀窍，要避嫌嘛。避嫌。对啊，就是你睡了之后说，哎呦，这我碰过，还是不要让他上啊。对，以免他将来去外面扎咕扎咕。对，反而坏了我的形象。反而这是最演艺圈最笨的行为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听到没有？不要用肉体、身体去交换这些东西。知道了，听到没有，阿美？哎，我这样不要再作践自己了，你。这你不要看他欧弟刚刚随便讲几下，啊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慢慢了解这些新闻的它的来源，我们可以追溯。对，其实艺人也倒也没那么笨，啊，对对，你说他真的是完纯粹是为了想要跟。牺牲跟什么韩国政府官员什么，其实不是，当下可能他也是觉得还 OK 了。但我觉得，与其啊，就是说靠这个的话，靠天分，就是这个算靠天分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算天分，还不如靠才艺啊，多学几套才艺这样。所以你就说床上是吧？飞哥，还是开心的班主任。小心！哎，对对，你们有什么问题开始发问。好，那个小兰，就是啊，现在这么成功，然后又有一个很漂亮的女朋友，有没有想过要结婚？对啊，年代哇，现在。可是我一直再三跟他们讲，不可以随便谈恋爱。想要当一个巨星，不能因为有一个女生很漂亮，对，然后就说，而且还公开宣布她是女朋友，这样前途就是完了嘛。哎呀，对不对？那我弟哥，哇呜。哟吼！哎，没有这个现代其实时代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对，现在那个追求一个正常的人生，哎，因为快乐很短暂。是。这个从苹果电脑的那个总裁身上就可以看到。哎呀，贾博士，贾博士先生，贾博士不是贾斯伯，贾博士先生他曾经说过，不要为别人而活，为自己而活。因为你的时间，只有你的生命是你自己的时间，别人不要想要干涉你的时间。哦，所以不想结婚吗？那结婚不是就被人家干涉了吗？对呀，被干涉。这小孩怎么听？我这样，我大家最近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，就是那个最主要是那个未来的少夫人呐，哎，凭良讲长得太正点。哎，是，这个我刚刚在后台还瞄了一下。要瞄就瞄，就瞄。猫，喂，要猫吗？做晚辈就是要大方点。施工要瞄了，就让他瞄，瞄，瞄，对，瞄。那施工也没剩几年可以瞄，只能瞄。你放心，可能瓜哥会走在我前面。所以刚才讲说，你有没有想婚呢？哦，冒冷汗呢，问这一题。女朋友在这边，我们访问还是要小心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对呀，哎，这个哈，婚姻这件事情，我觉得顺其自然就好。哦，对对，因为那个要累积到足够的能量。哦，责任太大。对，责任太大，而且那个是规划你的一辈子，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呢，要顺其自然。嗯，要不然呢，会有很多的怎么说呢？就是很多前辈有失败的经历啦。他说的是孔刚老师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哎，对对对，是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你上次结婚我没到，你每次结婚我都到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对对，这他是这样，
那到最后，但是孔锵老师现在是最幸福的时候。对对对对，他以前就是不懂，他现在知道了。哇，对太太不是只有把他当成驴啊马啊公，他是真的。怎么会这样？现在我每年都要安排带着太太到欧洲去旅行。哇，不得了！后让我就是我在他身上还学到一些，真的哇，真的是谢谢。哦，你们看有没有看过那个欧弟的女朋友？有有，刚才在后面也瞄了一下，刚刚我也瞄了一下，形容一下大概是什么感觉？我觉得她长得很有气质，而且是皮肤又白皙，身材又好，身材又好，我感觉看到就长发飘逸。哎，长发飘，我们要听到的是成语嘛？哦，成语对嘛？对嘛？什么好，好漂亮啊，好棒哦！哎呦，清秀佳人，长发飘逸，婀娜多姿，清秀佳人，清秀佳人，倾国倾城啊，天女下凡，慈眉善目，后面还慈眉善目，我还先锋的。慈眉善目说出来太夸张，那是形容佛像的吧？但是讲有气质真的，因为有一次我们去吃那个韩国料理店，哎，然后呢就是一从头到尾那个老板娘都一直看着我们两个这样微笑，这样一直微笑，韩国人，韩国的妈妈这样很亲切，然后啊，马西索哟，안녕하세요，怎么怎么讲，然后呢吃完的时候我就结账的时候，那个韩国妈妈终于忍不住跟我讲一句话，啊不好意思，啊她是你的女朋友思密达，她说啊是女朋友思密达，啊老板娘跟我讲一句话，啊不配呢。你女朋友在这边，你说这个话啊，会不会伤害到她？她是说我配不上，是不是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配不上她。哎，那个老板娘在讲话太伤人，但虽然她说的是真的。我当然。漂亮的老婆不好照顾，没有，这个我是话要讲的，是，对不对？不要想不要走向孔锵的路，你得好好伺候着她，好吧啊？那老婆要对她，那女朋友要对她好一点。哎，那当然了，欧弟很辛苦的。哎，没有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有什么问题呢？啊，来，哎，就是刚才看到那个欧弟哥模仿那么多角色，有没有是他觉得比较难的，或是特别得心应手？最喜欢那个模仿黄立行跟黄立成。啊，还有这个，一个是唱片歌手嘛，一个是夜店老板嘛，太厉害。但是我模仿他们就是就很细微，要很仔细，要很 close 才看得出来。对呀，尤其要戴一个帽子啊，仔细看。哎呦，真的，看一下，有帽子吗？借一下，有没有？对，帽。啊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哎，丢过来，调过来。哎，这个女孩子真的，她起码也知道有一个重量要有一点力道。对嘛，黄金猎犬都知道了。你看像这样，你看。哇，厉害哦！好喜欢哦，黄立行，真的好像，好像啊！大家好，我是黄立行。有帽子吗？借一下，有帽。对，帽。啊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哎，丢过来，来过来。哎，这个女孩子真的，她起码也知道有一个重量要有一点力道。对嘛，黄金猎犬都知道了。你看像这样，你看。哦，哇，厉害哦！好喜欢。啊，黄立行。真的好像，好像啊。大家好，我是黄立行。好像，谢谢，哇塞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哇！是因为黄立行他是从 LA 回来，所以讲话的时候会很有节奏感。对，哇，你真的完蛋了，就看着办吧。我要你跪下来，大声喊我爸爸。再来一个是我的哥哥，黄立成，不太一样，因为他公仔艺，公仔艺啦。啊，大家好啊，我是黄立成。
结束。哎呦，真的！飞哥，飞哥，飞哥，嘴巴要抽筋了。飞哥，阿美也很会模仿。哎呦，他刚刚一直在后台跟我说，他很想跟那个欧哥对个戏。你还他在摸完，你还赶上他？他一直在后台说，他一定要给他飞到戏，给他试玩一下，玩一下，玩一下。这个晚辈怎么办？这个好料。哎，要帽子吗？你拔掉就像了。哎呦呦！哇，好荒地心。哎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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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要纠正一下。首先呢，这个眼睛这边呢，那个比较像，借我一下啊，不要动哦，拉布拉多，像拉布拉多，对，还蛮像，那个声音还蛮像，对。啊，你是这样模仿王力行啊？其实因为我以前就是很崇拜欧弟哥，所以我都会看他模仿唱歌那些刘德华，其实都有揣摩那样打，对。看你看得出，你还要练，你还不够十年左右。哦，你那个王力行是太好笑。对，首先要先长得帅，首先长得帅。请你回来好不好？哎呦，好了，我跟你讲，今天的访问到你，我的感觉了。哎，这欧弟他已经是一个真的十足的男人。哎呦，而且你的以前的表演，你不管是怎样，其实都是就是只有肢体上面。但是现在看到你的表演，不论聊天或什么，都是从灵魂里面发挥出来。是，这是磨练，也是一定要这样，你才有办法说哇，灵活运用，是，完全就是跟表演结合为一体。对，而且一定要言之有物啊。哦，所以我为什么喜欢看飞哥节目？哎呀，真的，看你的节目都寓教于乐，真的。哎呀，有寓教于乐。有空到回到湖南帮我跟领导问。哎呀。飞哥真的是湖南人吗？对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好了，我们不要今天让欧弟太累了，我们还是要听他给我们好好唱一首歌，好不好？好。对，还是本行还是不能丢掉，因为他是歌手出身的，好不好？因为经过了很多公里的飞行，是，哦，然后有一首歌经常的陪伴着我。然后这首歌也是唯一我不需要模仿别人找到自己的声音的一首歌，太好了。对，然后这首歌也是我的女朋友帮我选的，所以我就带来这首《隐形的翅膀》。隐形的翅膀。想想。